强大的部落由多样的种族组成，为了共同追求自由、光荣与荣誉结盟，而你正是部落的士兵。有支部落远征队前往新发现的岛屿探索，不久前突然失联了。身为勇敢新兵的你，加入了从奥格玛出航的拯救行动。接下来得靠你找出失踪的远征队，然后带他们回家了。为了部落，新兵注意点，我们快要抵达岛屿了。别放松警惕，我们需要你做足准备。我来看看你的战斗实力。做得很好，接下来下雨了，先跟索格一起训练。我得跟船员谈谈这场。我是来帮忙的，观察我的战斗架势，你先攻击，不用放水，绝对不能在敌人面前逃跑，不上即亡，永远要面向你的敌人。我认输，你的实力能帮助我们完成任务。部落不会舍弃同胞，我们能拯救探险队。主君，我们抵挡不了这场暴风雨。士兵，站稳了。部落不会舍弃。新兵，你活下来了，我们得赶紧重整队伍。部落不会舍弃，找回我们的物资，但是不要一次招惹太多鱼人，成群结队的鱼人非常危险。专注在任务上面，为了部落。好个暴风雨啊，我看第一艘船也凶多吉少了。仔细听好，那场风暴绝对不寻常。谢谢你，我们会找到远征队的。找回远征队之前都不能休息。你们三个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生还者。新兵，我跟你先去前方探路。好饿啊！翁莎，
家说过你会来。她是我的女儿，谁也别想妨碍我找到她。身为部落的士兵，她也知道我们不会抛弃任何人。我们被野猪人埋伏了，先吃点东西，总不能让我们要把其他人救回来。魂灵守护你，我们会往北移动，看看其他人有什么发现。翁莎，你先休息一下，等体力恢复再归队。那就待会儿见了。你女儿相信你是对的，部落不会抛弃任何士兵，我更不会抛弃他。很好，你来了。野猪人在进行某种肮脏的仪式。有什么事吗？永恒的太阳指引着我们。我会尽可能快速教你基础知识，请你专心。暂时先讲到这里了，去找只野兽驯服吧。密斯尊追尘者，在此为你服务。Sherelera，我们马上行动。那些怪物抓走了我的女儿。秀佳，我没看见他，或许他没有被抓到。真希望如此，他做事不太谨慎。是下一个祭品。我下部落一定下部落，我们走吧。于是悠悠跟我。哦，伙伴，这下你完蛋了。
你一定就是督军布瑞卡，秀家的母亲。她一直说你会救我们。你果然来找我帮忙了。我们还没真正安全，其他人在哪里？时间就是金钱，朋友。不知道，不过我有个办法，这是摩托推进器 MK5 的缩小版本。先等我把它放大。哦，我可是做错头了，等我一下。完美，外表不怎么样，但保证效能一流。新兵听得到吗？看样子啊，摄影机的功能没问题。既然它都有摄影功能了，干嘛还要派人上去？我需要备用计划，免得新兵一秒被打趴。这个东西还开着吗？哎哎哎，伙伴，你接受任务的时候就同意承担所有风险了。安静一点，我看到东西了。我们要夺走你的灵魂，从死者身上召唤龙。懦夫，你很快就会见识到部落的全部威力。但我们的龙会击溃他们。我们还有其他的仪式要进行，珍惜你生命的最后时光吧。他们要复活一只龙，现在逃跑还来得及吗？同胞有难，我们绝不能逃跑，想办法让我们穿越那些不死生物。哎，只要你下令啊，我就会帮忙。不如用个巨型野猪怎么样啊？不管做什么动作都要快，我女儿有生命危险。你需要的我都有，放轻松点。好吧，既然我答应了，也只能想办法生出来了。嗨，不太对劲，我看看啊。哎，好了，再试一次。哦吼吼吼，有这种威力，谁还需要巨型野猪啊？这才像话嘛。我们回去严府那里吧。专注在任务上。想赚钱吗？我们待会见。你去轰掉那些僵尸的时候，要记得，这都多亏了我的专利发明。哎，你记得我们谈过你要自行承担风险吗？那个东西看起来要爆炸了。母亲，我对不起部落。秀家，撑着点，新兵跟我来。洛卡尔欧格尔，我离得太远了。我们去看看秀家。母亲，我试着一个人阻止巨魔，但我失败了，我的力量不足。秀家，部落的强处不在单打独斗，而是团结奋战。告诉我，这里发生什么事？我们必须拯救其他人。遵命。巨魔正在用死灵魔法让巨龙复活。他们需要活人祭品来完成魔法，他们打算要举行一场仪式，已经开始了。他们要用收集到的生命力让巨龙重生。我们必须采取行动。记住，我们团结一心的时候，部落能克服任何挑战。我们要在巨魔完成仪式之前彻底阻止他们。洛塔尔欧格尔。
找回远征队之前都不能休息。你好啊，朋友。后会有期。专注在任务上面。跟着部落一定不会无聊，找找看附近有没有相同的仪式。黑暗的洞窟加上更黑暗的魔法，看来我们找到了。不知道我会不会又死在这里。你可是那些生还者唯一的希望，放轻松，一定要阻止仪式啊。救援队来了，愿大地之母指引他们。我要掠夺你们的生命能量，烧掉将我关在这里的人。你会成为新材。哇，谢谢你，朋友。跳上来，我带你去安全的地方。愿安息守护我们。到了这个地方，哦，太好了，你活着回来了。你救了生还者，还杀了蜘蛛，做得很好。那些蜘蛛长久以来的家被毁了，真是残酷。要这么说也是没错了。翁莎，你不喜欢蜘蛛吗？如果你看过我们食人妖每天对付的蜘蛛，你也不会喜欢的。部落不会舍弃同胞。获胜！我去北方找阿波，就在阴山人的巢附近，到那里找我。
像抓了被遗忘者的俘虏来进行仪式。我是圣火聚散束缚之火的邪恶魔法，我想阻止这场仪式，但巨魔抓住我，吸走我的力量，释放我，让我恢复，我就能把一些力量传授给你。法术被削弱了，圣光回来了，啊，我自由了，我由衷接受我的祝福，然后消灭残骸制作岛屿的死灵法术。他们好像抓了被遗忘者的俘虏来进行仪式。力量来自于专注，随时做好准备。我会尽我所能，应该是我简简单单就能解决这些隐身人。算我一份。我会品尝你的血肉。我需要再靠近一点。我来保护你，解决他们吧。你可不是孤军奋斗 ，Loctar Roger。保持警戒，才有坚强的意志。有个大家伙朝这边来了，那我们就一起杀死他，为了部落。我自由了，我们快溜吧。死灵法术，我太疯狂了！坚持不懈，才能战无不胜。我们必须拯救其他人。回远征队之前都不能休息。永恒的太阳指引着我们，准备材料的动作要快，你越早学会制作陷阱越好。想要做点实验，兵为利马，有啊！发生那场意外之后，密室尊追尘者，我就一直都有很多为您服务。不要忘记我们的相遇，你果然来找我帮忙了。
注意在巨魔废墟中设置冰冻陷阱，攻击营地的野兽应该就会现身。快看，他来了！哈，抓到了！等等，我认得那头野兽，它原本在我们的船上，看来它撑过船难了。密斯尊追尘者，在此为您服务。你果然来找我帮忙了。你要先解散目前的宠物，才能驯服新的。你之后还是能召唤它回来。等你准备好驯服野兽了，就跟我说。要来喽，驯服它，就跟上一只一样。又成功驯服了。现在该学习怎么把宠物送到兽栏，永恒的太阳指引着我们。注意安全，你果然来找我帮忙了，不要忘记我们的相遇。部落不会舍弃同胞，新来的跟我一起继续推进，其他人守好这里。专注在任务上面，保持警戒，我们深陷危险。需要来点禁忌魔法。有人自愿当实验对象，真是难得啊。很好，继续假装成巨魔，然后带我们进去。不要说话，只要挥手微笑就好，看起来越扮越有说服力。新来的祭品到大胡子那里，跟格尔果斯挥手，别让我们失望。继续前进，看能不能找到仪式的相关线索。原来是我们以为已经弄丢的祭品了。
通通带到后头去，我们用结界石把他们封起来，跟他们首领一样。我们现在该上去城塞顶端完成仪式了，所有人都会臣服我们。我们得马上摧毁这些封印。蛮力解决不了这个问题，我们得破坏法术。找回远征队之前都不能想出来，我才能尽我所能。紫灵法术，我太疯狂了。对吧，别想活络，我怎么会死？别阻止我们，还以为想我打打，我现在没有目标。
部落一定会获胜。需要来点禁忌魔法吗？谢谢你们，但我们一定要赶快阻止巨魔的仪式。你好，再会。前进，我来吸引巨魔的注意力，你们集中攻击。真强烈，仪式一定快要完成了。那是戈尔古斯的护卫，我们该怎么进攻？新兵，你先攻击，我们跟在你后面冲进去。我来吸引他的注意，秀佳，帮我们治疗。遵命，洛克塔尔。就在附近。宝贝巨龙，一起上路吧！渺小的臭虫，不能让你们阻扰仪式。我们已经付出了太多。完成仪式了，我们阻止他了吗？愚蠢的巨魔，你们给我的能量还远远不够。洛克塔尔。
可悲的凡人，你们的死会滋养我。巨龙都葬身在我们脚下，天空也因为我们的胜利而放晴了。部落不会，新兵，准备好离开就来找我。我们得想办法回到奥格玛。别放松警，部落的援军，我就知道他们会找到我们。士兵们，鲜血与雷霆，我们一直努力要穿越风暴。专注在任务上面，骑上蝎尾狮回奥格玛吧，这是光荣的胜利。这些老粗居然握有这么强大的魔法，如果有更多时间研究就好喽。我很庆幸你没那个机会，这座岛屿需要花时间修复。你看，地平线那边有一艘我们的炮艇。我们充分展现了部落的力量，那些巨魔最好逃远一点。来吧，新兵，我们该回家了。《强大部落的首都奥格玛是一座坚韧的壁垒，这座城市象征着尊严与坚韧不拔的毅力，居民可以在此安心交易商品，养精蓄锐。部落常年对抗专横的联盟，冲突一触即发，但部落的英勇士兵不管面对多么顽强的敌人都绝不退缩。不死的被遗忘者虽然遭到生者排斥，但你们仍努力从残破的过去中起身，创造崭新的未来。艾泽拉斯面临着无数危机，需要勇敢的英雄起身捍卫世界，为了部落。找回远征队之前都不能休息，保持警戒，我们深陷危险之中。鲜血与雷鸣，力量与荣耀，我已经帮你挑好合适的人选了，去取回我要的东西吧。你好啊。嘿，老兄。很好，都到齐了。我会给你们每个人一瓶药水，现在先不要喝。
来吧，部落的勇士，跟我一起去见父王。是的。苏尔，我们晚点再谈。